山梨在上个月25日迎来出道15周年，而他们今年活动也从5月中起跑，不止举办15周年粉丝见面会，还宣布即将发行新专辑。然而队长温流日前却因身体状况不佳，宣布暂停活动。不过今夜他还是积极参与了新专辑的录制，今日官方更释出了四人合体跳新歌的片段。只见影片中四人穿着华丽的服饰搭跳新歌舞蹈。粉丝们在看到脸颊凹陷的温流都感到非常担心，纷纷心疼留言：“好好照顾自己啊，温流，多吃点好吃的，我们以后幸福的相见吧。”